天梭利洛克。打开后盖，取下外壳，垫一张模取针，然后放好。依次拆解机芯，放掉原有的发条，倒入洗表油，清洗干净后准备安装。依次安装零件并调校，齿轮间的间隙与配合。装针，盖上外壳，手表修好了，看看整体效果。